有新嘅領域咧，其他大未必會做，亦都唔重視。但係因為我哋做嘅時候咧，更容易出人頭地嘅，因為競爭咁大啊嘛。個宗旨就係你一定要為人民服務。香港早期啲山寨都係噶，佢搏命喺處啤塑膠花咁樣樣，佢都係為人民服務。佢服務咗啦，佢咪揾到出嚟咯。因為幾十年前我哋出嚟做嘢咧，你可以花兩三年時間去學一樣新嘅事物，但你學識咧可以用十年八年。係。而家咧，你只可以俾幾個月你學一樣嘢，學識你只可能要六個月、九個月咧，又要再學過。做人咧就唔使係最叻嗰個，最緊要咧識啲叻人，然後咧要聽人哋講。一個人嘅質素唔係淨係識得專業嘅知識噶嘛。譬如文化都要知道啊，對社會嘅要有責任感啊，呢啲冚唪唥都係一個做一個好嘅公民嘅元素嚟㗎。